Hello， 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荧光叔叔，欢迎收看《一二行动》，Ear Action。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呢，我很像在某个地方卡关了很久，就是在又跟一个机器人竞速，然后接着的话有一个部分是很像是冰吧，冰的关卡那边，然后我一直想说到底怎么过，然后最后其实这些难题啊，都是想通之后怎么过之后，都变得超级的简单。超白痴的，那我们就直接继续咯。 Go go， 来，我们熟悉一下哦。我这个我就知道，我知道他在那边，但是我找不到跑啊，这真的是一堆是怎么回事？我也就两个哎。哥，那那六个哪一个？要消防一块吧。我刚找炮找了好久，找不到。Lighting header OK， as no more header。Let's just say there is stage， is early lane， final stage。哦，已经快靠近最后一个了。哦，请注意，这该不会有孔明砖吧？我就知道，你还想标我。等等，这样我要怎么跳过去？哇！等等，不是，这样我要怎么跳过去？不是，我除了跳过去以外，我要怎么过去？哇！来不及啊！我不行啊！然后我要跳回去啊，好吧。靠边边，靠边，靠边，靠边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哦，有没有看到那个上面那个在摇？那个再摇一定有鬼！快点，快点！烂！我那个屁来三种，太浮夸了！我要跟你，还有一只花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我感觉就是不能踩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屁嘞！那个两个砖头我觉得是假的。还想来啊？再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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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然后呢？这该不会那个弹簧会弹我吧？哦，还是这个东西会弹？啊，慢了！哎，不要！不好！啊！这已经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了。这还有容错率，不行啊！那个花好慢哦，那个花可以走快一点吗？还是我要多等几下？还是我也跳过去跳回来？哇，这个高度设计还让我无法跳回去，我觉得它是无法跳回去的。喂，你看，有时候你们建议。他有可能会摆一个东西在那，他就是料到你的想法了。有够贱！啊！不要！过了！我就知道，不是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鸡。这是要采集，真的，我就知道有孔明砖，跟你们要找孔明砖，发，不跟，屁，三种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，我快要砸手把了，
然后呢？既然上面有刺，我要怎么过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会了。啊啊！为什么你会从那边下来？不会还有两只吧？我觉得这个踩上去一定会立即掉下来。喂，不是，为什么我按跳了它不没反应？哎，这上面不能跳吗？还是我要直接到下面那一块？我可以跳，只是他要停下来才能跳，他非常诡异的设计。你要看他这样，很像我傻傻的不能跳，但是他是真的很怪，他的设计真的很怪。我该不会要利用他吧？我就知道，我的个啊，怎么到？哎，其实我可以直接从这边跳过去吗？good， 明明就可以，我还要在那边多死一局。我要跟着他往前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觉得这条街怪怪的，我觉得我要直接跳到下一个。你看。哎、欸，那个钻石到底是成就还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每次没拿到哎、欸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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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什么屁嘞？那我进来之后不就炸掉了？最左边可以躲，最左边可以躲。哦。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几个是这个 ？OK， 孔明砖，孔明砖没有，那我们过喽。Do you know that you can pick on the blue 的按钮的狗鬼 ？And 你可以让它 bonus， 你可以，这是一个奖励关卡。啊？我觉得会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冲出来，我决定先飞到上面那一个。欸，不行耶，什么东东啊？蓝色的鬼。然后呢？我可以拿鬼干嘛？我们进去的哦。我又卡爆了 ，boss 关卡，人，怎么不是青蛙就是花的啊？此处有本，我是要拿鬼然后去干嘛？那我要怎么办？拿鬼打爆那个花瓶吗？欸，我已经跳那么久了，为什么我这边还会这样短跳？哦，卡上来了，硬卡。欸，我拿鬼打爆那花瓶试试看。Ben， 按。
鬼呢？他不补补，他不补鬼，我要怎么玩？哦，来了来了！啊，等我等我！哎，不行不行！骗谁骗我？我要被一堆花给扒光衣服了啦！我发现我没有拿任何钻石、欸，因为我钻石我都以为是坏的东西，所以我没有从来没有拿过。叮！哎，没拿到。楼上。我怎么又来一次？吓死我！好，我们证明不能下去了。哎哎哎！哎，被我懂了，会不会是我要那边放鬼回来，然后再回来这边冲回来跳上去，放一只高的鬼，然后再冲回来？有那么浮夸吗？应该是不可能啊，应该不可能，因为鬼后面会断路，后面断路应该不行，应该不行。说第一只鬼是高的，是没错。踩不到啊，算了。哎，好多鬼哦！怎么突然这边那么多鬼？撞他！撞他！好，鬼完全没用。我再看一下啊、哦。你可以捡起蓝色的鬼，然后你可以。And lay 一次 bonus 关卡在前方，哈，在前面的，可是我鬼都拿不进去，我干奶。好，我是可以越过就对了，我可以走到最上面，我试试看哦。先拿一只鬼，然后放一只鬼，然后开跳，这样的意思吗？再来一只鬼。拜托！哎、欸，哦没有，我要同时间放两只，一只就够了。我会跑得比较快吗？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。跟剧本写的不一样，为什么没有踩到？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来了来了，可以了。好吧，往跳。你现在往跳还是走跳的按？从绿装上面放哦。哇，过了过了过了！哦哦哦哦哦哦！还好嘛，也才破了一个小时啊。过，哎、欸，怎么动不了？哎、欸，我怎么进不去？哎、欸，他躲好久哦，好奇怪。刚好负400，怎么那么热血的声音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不要打 boss 吧？哎、欸，这边是剧情。站住！什么东东？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站住我就站住了、欸。我的发，你是什么东西？蚁人，你做得非常的好 ，All right， 然后你必须要跟你自己战斗 ，OK？ 哎、欸，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我，这什么？哇！为什么我的队友是一只鸡跟一只纸箱蛇？屁耶，这招打得赢啊！我一 HP 耶、欸，这该不会也要思考吧 ？X 波血是什么？我觉得我蛮好奇的是为什么不能用，我突然间不能用手把操作了。你要跟我讲一下，确定你是哪一个、啊、？X 波旋，擦啊！不行不行，不能用 X 波旋。Mage， 用魔法，那是什么？防御、保护。走，呜、哦，然后呢？跳。他跳进啊，他不见了、欸，那两只是到底什么屁用？不用攻击好了，
一滴，他会用那个躲起来的那种类似遁地的那种神奇宝贝那种招。不，我要躲起来。欸，他先。我躲成功了，我躲成功了，莫名其妙。啊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控什么。我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狙击攻击，炸他！狙击攻击了。哎，为什么他打我？哦，他用保护，所以才让我活下来的。OK， 自爆，狙击自爆术。有成有效，哎，打一千多，所以我应该要先躲起来。我觉得是这样。让他打不到，第一下躲起来，第二个积极性攻击，积极攻击说不定很高 ，jump， 啊 ，G 被干掉了，那我 G 应该要用爆炸的、啊，今天感觉比较有输出，反正都被干掉，还储备能量对不对？那我最后应该可以打、啊，我发现我每次选下来他就直接。jump 来，哎，我死了。躲，鸡鸡，鸡鸡用防御，鸡鸡防御之术。他移不到第三格哎。鸡防御之后可以。躲起来，击攻击，打不到哦。我懂了，我抓到了，大家知道怎么打了？是什么？屁！来，首先躲起来，击防御，然后这次就跳起来。我真的一不下去耶，很奇怪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，这边可以打，他会集气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下回我们会先动吗？我这边可以咬一下，他会集气。来来来来，他集气啊集气，然后我们躲。然后这是鸡啊，它防应该防不了了，我觉得就让它炸裂吧。然后这只的话就继续跳，就完美。不行，为什么它自动帮我选？好奇怪哦。它是原本就会自动帮我选吗？不是，我选不到那个治疗全部的那一招，你知道吗？我选不到，我 AX 没有按，它会自动帮我选。最后一次我只要移到 jump， 它就会跳起来；我移到爆裂，它就会爆炸，超诡异。我很怕，你看，我很怕会这样。我被控制的只能用魔法。我每次被电的这回合都是我要选电不弄不起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怎么看不懂？为什么全部都掉下来了？我正常了，我正常了。啊，我应该用普攻的，因为它加攻击没有，并不会特别高。攻击。然后可以补大家，躲，完了，我的鸡是要死了，防御，补，可以吗？可以这样挡吗？哇，直接秒，这招不能挡，
这张直接秒，我躲一下看他攻，他会做什么事？这回用十万伏特，那这一回合可以攻击吗？十万伏特的下一回合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从到尾，我们主角躲到尾，这样应该变简单的，我会了。miss 吧你，再躲，完了他被轰了。没关系，还弹得住。嗯，我还是继续躲。再这样，他等会丢出去丢些薯条。哎，死掉了哎、欸！然后电，然后等等会丢薯条，所以薯条这边我要尽全力打，炸！上吧，詹姆斯，两百一十五，大致上没做错啦。可是鸡被打一拳会死啊！哦，挡一下啊！攻击，还是我要想办法让纸箱扛一次。纸箱有办法扛到吗？啊，他会蓄气一回合，所以应该第三回合再炸。哦，我懂了，这边可以进行输出，那这样应该可以，这样应该过了。第二回合尽全力攻击，好，躲，击炸掉，飞起来 ，OK， 过了。可以，两百多伤害够，躲，然后被电一下 ，OK 的，哦，我们这边就 magic，X 波旋结束，呀，赢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